大家好，我是阿云敢，用声音传递航天温度，用朗读传播航天梦想，让我们一起在声波里感受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，在故事中奏响航天强国建设的时代强音。今天我为你朗读的是航天科技工作者朱家龙给父母的一封信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儿子在单位一切安好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今年你们的生日、中秋、十一不能陪你们过了，在这儿先道个歉。毕业五年了，虽然在西安工作，离家只有200公里的距离，但这两年越来越忙，回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但你们对我的工作总是无条件的支持，每每聊天都是鼓励。儿子今天的工作成果和喜悦也离不开你们。工作一时，爸妈就鞭策我要多认真对待工作，于是刚上班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，抬头看见认识的星，低头清除脚下的路。儿子现在正在通过不断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这个目标。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用自己的汗水为祖国航天奉献自己的力量。最后，祝愿你们的生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也代问爷爷奶奶好。爱你们的儿子朱家龙。2018年9月21日，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。